大家好，下面我们来学习 D 锁尘器的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与前面我们学过的 SR 锁尘器不同 ，D 锁尘器在工作中不存在非定义状态，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 锁尘器的电路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逻辑门控 D 锁尘器。另外一种是传输门控 D 锁尘器。下面我们来学习这两种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首先，讨论逻辑门控 D 锁尘器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前面学过的门控 SR 锁尘器如图所示。将 S 单通过一个非门与 R 单相连，就能够保证 S 单和 R 单的状态始终是互补的，从而满足电路的约束条件 S 乘 R 等于零。于是，输出单可能出现的非定义状态就被消除了。我们将改进后的电路称为逻辑门控 D 锁尘器，它的逻辑符号如右图所示，有两个输入单，一个是数据输入单 D，也就是电路原来的 S 单，另一个是使能单 E。不同公司的产品对使能信号的命名可能不同，常用的名称有 E、LE、C、G、Enable 等等。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D 锁尘器的功能表。如何得到它的功能表呢？这里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我们知道，逻辑门控 D 锁尘器是从 SR 锁尘器得到的，即 S 等于 D，R 等于 D 非。因此，将 SR 锁尘器功能表中 SR 取不同值的情况挑选出来，就能得到 D 锁尘器的功能表。当然，还要考虑使能信号一是否有效的问题。这样，我们将 SR 锁尘器功能表中的第一、三、四行挑选出来，并将 S 用 D 代替，去掉表格中 R 那一列，就得到了右边所示的 D 锁尘器的功能表。由 D 锁尘器的功能表可知，当一等于幺时，D 等于零，Q 就等于零；D 等于幺，Q 就等于幺，即输出 Q 与输入 D 总是相同的。接下来看一个例题。门控 D 锁尘器的输入波形如图所示。假设它的初始状态为零，要求画出 Q 的波形。我们知道 D 锁尘器的特性是，当一等于零时，输出 Q 保持不变；当一等于幺时，输出 Q 等于输入 D。首先，用虚线标示出输入波形一的上层沿，并以数字一到四来表示这四个不同的上层沿。在一的第一个上层沿到来之前，由于一等于零，所以 Q 保持初始状态零不变。接着，一等于幺，
在这段时间 ，Q 等于输入 D， 即 Q 等于1。之后一等于零 ，Q 保持前面的状态1不变。在一的第二个上升沿到来时 ，D 等于零，所以 Q 等于零。之后一等于零 ，Q 保持前面的状态零不变。在一的第三个上升沿到来时 ，D 等于1，所以 Q 等于1。之后一等于零 ，Q 保持前面的状态1不变。在一的第四个上升沿到来之后，一一直等于1，所以 Q 跟随 D 变化。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输出 Q 的波形。可见 D 锁振器有两个稳定状态，如果输入满足一定的条件，输出就会发生翻转。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传输门控制的 D 锁振器。在 CMOS 电路中，我们经常利用传输门来组成 D 锁振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传输门的基本特性。至于传输门的组成以及详细的工作原理，我们将在逻辑门电路这一章进行介绍。传输门的逻辑符号如图所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能够传输模拟信号的电子开关。当开关导通时，其导通电阻较低。传输门通常是受互补逻辑信号 C 和 C 非控制的。当 C 等于零 ，C 非等于1时，开关荡开，不能传送信号。当 C 等于1 ，C 非等于零时，开关导通，信号可以从 A 传送到 B， 也可以从 B 传送到 A。接下来，学习传输门控D 锁振器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应该不陌生了吧，它就是我们在这一章刚开始时学过的基本双稳态电路。我们在这个电路的左边增加两个传输门，就构成了传输门控D 锁振器。传输门的控制信号由两个非门产生，画在图中的左下角。右边则是传输门控 D 锁振器的逻辑符号，与前面介绍的逻辑门控 D 锁振器的符号相同。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首先讨论一等于1的情况。当一等于1时 ，C 非等于零 ，C 等于1 t g 1导通 ，T G 2荡开，其等效电路如右图所示。输入数据 D 经过 G 1 G 2两个非门，传送到电路的输出端，使得 Q 等于 D。 显然在一等于1期间，输出端 Q 始终跟随输入信号 D 变化。接下来再讨论一等于0的情况。当一等于0时 ，C 非等于1，C 等于零，传输门 TG1 断开 ，TG2 导通，
由于非门及基二的输入端承载的分布电容对逻辑电平有短暂的保持作用，在两个传输门的状态转换瞬间并不影响电路的输出状态。此时的等效电路如右图所示，电路的工作原理与基本双稳态电路相同，电路将乘除或者称之为所乘一下降沿之前的瞬间 D 的值，所以也将使能信号一称为所乘信号。显然在一等于零期间，所乘器的状态将保持不变，实现了乘除一位二进制数据的乘除。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电路的主要特点，传输门控 D 所乘器的状态是受使能信号一控制的，其功能表如下所示，与前面我们学过的逻辑门控 D 所乘器的功能表相同。在一等于幺期间，输出 Q 的状态始终跟随输入信号变化，输出与输入的状态保持相同，所以又将这个电路称为透明所乘器。当一由幺变零时，所乘器将所乘输入的数据 D。在一等于零期间，输出端 Q 的状态将保持不变。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底型所乘器的集成电路，其是 HCT373， 是一个 C 模式中规模集成电路。它的内部逻辑图如图所示，内部核心电路是由八个传输门控 D 所乘器构成的，由所乘使能信号 L1 产生一对互补信号 C 和 C 非去控制内部的传输门。当 L1 为高电平时，各个 D 所乘器的输出跟随输入信号变化。当L1 为低电平时，则保持状态不变。八个 D 所乘器的输出端都带有三态门。当三态门使能信号 O1 非为低电平时，三态门有效，输出所乘的信号。当 O1 非为高电平时，输出处于高阻状态，即输出与输入之间的阻抗很高，相当于是开路的。这种三态输出电路提高了对负载的驱动能力，在所乘器与负载之间起到隔离作用，避免因负载变化而影响所乘器的动态特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方便地应用于计算机的总线传输电路中，除了其是 HCT373 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型号的地形所乘器集成电路，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好，这个知识点的学习到这里结束，再见。